他在福冈的华人的成功人士吧？还没有成功，还在成功的路上。啊、是吗？我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环节。嗯，他是日本人员工是吧？对，是。可以出境吗？可以，可以，可以。ちょっとこっち来てもらっていいですか？嗯。你也来吗？他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中国人。是他的公司的同事，日本人。どうですか？中国人の社長ってどうですか？なんか違う。他の日本人の会社で働いたことあります？あります。どこが違いますか？社長が率先して動くので、日本の社長さんはまあドンと構えてる方が多いんですけど、はい、最前線に立って動く方なので、はい、すごいついていこうな。あ、まあ、それは社長の前で、ね、いいことしか言えないよね。良くないとか嫌いなところ。嫌いなところ、うん、残業代ないと か, か辛いのを食べさせてくださいなんで残念の顔ですかつまんねえな。もっともっと批判だよ周りから何か言われたりしませんか？中国人社長大丈夫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こと言われたりしませんか？言われるんだね、やっぱりね、うん、やっぱそういうイメージなんだね。いや、相当ありましたよ、昔は。私はいろいろある、うん、ありますね。何をもって大丈夫なのって言うんだろうね、やっぱメイドインチャイナだ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やっぱメイドインチャイナだからか、うん、それをどうやって乗り越えたの？そのメイドインチャイナへの変な偏見をね、うん、まあ営業職なんで、うん、日本人が例えばお客様のところの訪問をして、うん、1階に帰って済ませようとするのは私は20回行きます。あ、朝昼晩待ち伏せします。うるせえな、それ超うざいじゃん。本当に行くんですか？20回で数まで数えたことないですけど。あ、しつこい。だからもう分かった、もう契約するから帰ってくれって感じですげえ、うん、ラウンド2。もう休まない、土日も働いてる。はい、あ、それ良くないね。良くないですね。土日も連絡来る？連絡来ないです。あ、来ないの？それうち土日完全2日、完全休み、週休2日完全休みです、ね、なるほど、はい。在中国哈，欧美的一些老板可能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您附近人听说您的老板是日本人，他们会不会感觉你为什么给一个日本人干活？你呀、啊，我也想知道。嗯，我以为会有人问，但是没有，嗯、但是我猜的是可能他们没不好意思问，朋友啊也好，家人都是一般情况都很尊重我的工作。您之前有没有在中国的公司？在公司工作。你会不会觉得日本的老板很小气啊？有没有这种，就是觉得这种日本老板就是有这种方面跟中国老板不一样？我要听不好的地方啊。对、就是、对。嗯，但这个问题呢，这两个问题真的不是老板。哈哈哈哈哈。是老板的老公。啊，是是。老板的老公。妈，送了的。妈，对，说实话，我不是老板。对。然后第二个点。这一点就像是，就是你说这一点好像没有，但是这个随意的性格太随意了，我就说会有麻烦。对，嗯，说有点不负责任。对，需要你负责任的时候找不到。好好好，我就想要听这个。刚刚在福冈的电影院结束了这个再会长江的上映会，这次的那个上映会特别支持我，所以非常非常感谢你，感谢感谢。那这个狗呢？我家的狗的你家的狗可以带到公司里啊？对对对，这个的话其实是秋田犬，是秋田犬，对，它叫什么名？它叫哈比。哈比，嗯，为什么叫哈比？是因为就 happy 的 happy 吗？ happy 的 happy， 嗯， happy 的 happy， 嗯，都是。所以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年轻，在异国他乡做了这么好，而且你雇的员工是日本人？这样的公司很少的。其实我花了大量的时间跟员工处在一起，让他们知道我永远就是站在他们身后去支持他们，也是为了积极的调动他们的这个积极性，不是说监督他们嘛，因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首先非常靠谱，第二个也非常自觉。我觉得就算我下面是中国人的话，做起来的话应该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是吧。所以如果大家来福冈开公司的话，直接找他。那就这样，今天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拜拜，谢谢大家，拜拜。